面飞行。我在这个视频里面念一百遍这个。地面飞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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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面飞行旅行团。这年轻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磊，我现在正在吃饭，然后吃完饭准备去拍摄我20岁的写真，然后写真名叫啥来着？地面飞行。这年轻人，我现在在四川的神山，青城山不是？它叫壁沟棚。哦，壁沟。壁棚，壁棚，壁棚，无所谓，壁棚沟。然后现在我吃完饭准备拍摄，然后这边天气还挺冷，希望这两天拍摄能顺利吧，因为我们两天要拍130张照片，我个人觉得30张就够了，但是坚持要130张。OK， 加油！跟你们说，我们包了一个大巴车啊，贼厉害，贼猛！谢年轻人，我坐第一排吧。视野好一点，导游味儿。地面飞行旅行团，你不是晕车哦，师傅？要开多久啊，师傅？40来分钟。好嘛，还必须要系安全带吗？必须要系。我都没系。你是不是起来看嘛？我困了，再见了，朋友们。走。我们现在到第一站了，这个地方不知道叫什么地儿。哇，这个水好干净啊！大家看一下，哎呀，我突然想到楚河哥了，在雪山想他。这个我太有经验了，表演一下我们平时我看到心爱的耳机的时候的反应。那找我那个耳机，这样子的那个使用我很专业。哇，这个耳机，天哪，这个单元太性感了，黑科技，四驱动单元，哇，受不了了。啊，这个耳机四路分音设计 ，64 Audio 专有技术 ，Tia 驱动单元是我原本那个耳机的升级款，它是那个单孔设计，可以有效的把那个多余的杂音给排出去。让你在耳腔里面的声音全部都是饱满的，看看这个价格，26000。啊，但是这个耳机太好看了，蓬莱迷彩，哇！观众朋友们，全球限量500副，哇！每天吸吸耳机，神清气爽，太好了，啊，冰敷敷，我心累。我拍完穿越火线，我还没有度假，今天都还没有休息。地面飞行，这年轻人，我们到雪山了，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可以登到的最顶部，拍点好照片，我们就就结束了。对，耶、yeah ！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仪仗一下嘛，把我车全挡完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车，还有那个自带 BGM 的车。OK。地面飞行，这年轻人，拜拜。这个是我试衣服的小房间，对，空间很大。地上还有个吊吊的暖宝宝，捡起来，贴身上，贴身上。他就让我们在尖尖上去拍，到那个山尖尖上。